同台为我传情赴天呢。你与同手似雪之前，你同是佛祖宇宙本是其实，你同繁华龙火火火火火火。厄运舍利行问夺，一搏一搏又一搏，天有烟怨无何趁，棋子众筹上行问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一搏未平一搏起，老郭徒弟张小勇推设行问霸天通，徒弟退出德云社，这事儿不是头一个，前有何为何操紧，师父有难把手分，闹得沸沸和洋洋，留下一地的凄凉，师徒名分被扯断，江湖路上咋见面，吃瓜群众看不懂，接着再说张小勇，微博改名已确定，说明事情真实性，推设取名不纠缠，直接改名张西禅，寓意美好的憧憬，找个菠萝对他懂，曾是七队的演员，事业上升的阶段，人气粉丝也积累，突然离开有原委，人才济济德云社，有人加入有人撤，选择推设张小勇，没有看到好光景，德云社里人一群，他对默默和胡文贫富差距非常大，让人心里落差大，有人名气大如天，收入相当的可观，有人收入不够花，造成很大的反差，德云社里发展快，一代一代又一代，因为发展非常快，快速更新和换代，有的功夫不到家，表演非常的浮夸，表演相声不到位，各种状况难应对，相声语言的艺术经过历练才成熟，讲究说学和斗唱，非常包容和开放，开放包容的相声不会随便去成功，需要天时和地利才能出人和投机，如今老郭非常忙，教学无法放心上，不会一个一个教，除非天赋非常高，除非天赋很异禀，才能包装拿来捧，大多数人都平凡，不会成为名演员，相声只学到皮毛，再待下去受煎熬，云子颗粒往后排，云和九霄一排排，云和九霄学员多，来了一波又一波，人多云和与九霄，哪能都让老郭教，德云社要大发展，众多徒弟都要管，要给舞台和机会，才能死心去追随，徒弟离开敲警钟，公司管理别放松，别有太大的影响，避免更多人效仿，重视问题严重性，消除公司的诟病，均衡发展才稳定，考虑员工稳定性，走了徒弟张小勇，公司管理要规整，祝愿德云社发展，道路越走会越远，那个会越远，方位保佑拜拜和出轨，陈宇凡宣布退娱乐圈，红星工作室员工集体辞职，王新凡红茶都在对，闹乌龙的萨拉组委会，凡也作品特务出错，明知为何叫二堂微博互撕，网友们大呼狗血，谢谢谢谢谢谢。